浪灰烬抓风了凝霜的屋檐，让这句草化作深秋的露水。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，走向了那布满荆棘的他乡。当大地铺满了悲戚的落叶，当杜鹃花化作远空的雾霭，祝福我吧，我最思念的亲。哥哥姐姐们看一看啊，今天早上摘的那个无精四季豆已经给你们装好纸箱称好重了，马上封箱给你们发快递。感谢所有哥哥姐姐们阿姨们对我们家的支持。OK， 你这啊，哎，好久打工了，打工干啊？现在是打工了。那肯定是我昨从你开始我做好了，现在早一个月当我打工仔。这一个月花了到那个总共要才一千。你说嘛？你说嘛？我就是要两千七，这个读书也是光明的才一千，明白吧？你，张哥，可以。加喜又来催要工资了，挺搞笑的啊！我就跟他讲了，等他上学的时候一起给他。我们是不是要把那个胖大队的那些农村的年轻宝宝，拉到全国各地？高兴不？高兴是吧？高兴，你的家有负责任的宝宝，质量哦。好，质量那搞好了。对呀，今天一定要搞好。今天搞好了，知道我们的农产品以后被更多的人回购，知道吗？到那个四季豆时候，有重庆人来了，你看，啊，那前一阵子有重庆人对吧？人出来很少，因为这个没得要。嗯，你在问这个工资，我在想你这个工资怎么规划用呢？那肯定是先第一件事先拿来孝敬父母噻。我先孝敬父母，然后嘞，再来先再来个人买，然后或者再是给你家给你买套衣服啊，然后再买鞋。跟我还买双，你买套衣服买双鞋子？你对我有不薄的嘛？我对你有不薄的，我是亲戚人啊，过来。行，差不多。刚刚听到驾驶说这番话，我就当做出来的情况经验，是不是？他现在有孩子，有这份心教啊，没想到对我，没想到老伴叔叔都没想到。今年就快满十四了，今年的东西跟我跑一起跑这个事情，我生个宝。也不看到你生，反正也是过人对眼的。哎，对对。要把他们给他们懂事啊，就是你怎么走过这个事的吗？爷爷，那个七月九号啊，七月九号，七月九号啊，以前不是你是个大哥，哪里？跟我还有，那都是吧？啊。叔叔，你俩是你叔叔，你不要跟我客气，我们俩的关系那么亲。那是对不起你，兄弟哥，当过生日时给你搞个蛋糕，啊，给我们看出生，好吧？也是这老人家的生日嘛，是吧？以后成年了，好吧？成年了，爷，你也打了，这一盘工人也挣了，这一盘工人。又来摘四季豆来了，哥哥姐姐们。每天我们给粉丝朋友们都是早上天亮就早起床，给大家送上新鲜的那个菜给大家带回去啊。
感谢支持我们的朋友们，我们每天都是认真的在给你们种菜、带菜。看这个大的我们可以剪了，这两个还没成熟，太嫩了啊！基本上我们给粉丝朋友们带的是很嫩的。